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什么的天威真的很厉害。对，天威啊，可以说是卧虎藏龙嘛。他的这个歌手们呢，因为能够一下，对，一下的这么红的，而且很厉害的，台前幕后一样也行。对，花花绿绿，对，能唱能演，能够把广东舞后，而且样样齐全，真的很厉害。对，现在我们这位呢，就是这是我们这个歌坛的。 大姐大，其实我觉得他根本叫不出来大姐大，为什么呢？对，他如果叫不出来大姐大，他也是我们，他早知道啊，他是我们娱乐圈的大姐大，很大块的大。你不要这样子啦，他本来他出道的早，所以他也属于 rank 的话是我们的大姐，他是我们的，对，在 rank 来说，他是有，所以呢，我还要叫他说前辈的，对呀，所以后面要听前辈的话。刚才其实呢，我知道刘云说他脚不太好，他说。 他跳得过来，好厉害，变跳，他变跳，我怎样变跳？变化，他专业哦，他还跑出来了。所以说，像这样专业的歌手，现在讲，所以我们大家给个掌声，谢谢刘玲玲，好不好？对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马上呢就安排啊，就是邀请刘玲玲为大家带来她的表演时间。对，这是我们节目的主曲，叫《喜气洋洋》，欢迎刘玲玲，热烈的掌声。 大姐大，我不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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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
那我想呢，这一下来呢，我想唱一首，不知道你们喜欢听哪一首歌。